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讲荷叶的画法。刘存慧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北京市特级教师、教授，现为中国民族画院副院长、北京诗白艺术研究会会长、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、北京朝阳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书画研究会理事，师从娄诗白先生。擅长写意花鸟画及山水画，尤以画风雨为佳。根据上节课讲的莲花的画法，我们反复的来研究莲花荷叶怎么组合。在介绍画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毛笔。今天用的毛笔，大号笔就增加了一支，变成两支了。颜色还是红颜色四种，大红、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准备好。首先，我选大号笔一支，吸好水。我要先调一点黄颜色，淡的，再吸点水，然后调进一点淡墨，黄颜色加淡墨，有绿的感觉。荷叶怎么画？太多了画法。我们介绍过的，我以前在前几讲为大家提到过的也很多，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个没有讲过的做法，叫做干画法。入手，这个笔往这一坐，先看水分，马上就转笔，跟着笔就翻过来了。大家看，翻过来了，然后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，翻过来了。你看这笔啊，大家看，翻过来了，这笔还在坐，翻过来了。好，然后继续拿这个笔在旁边左侧创造一些肌理，这个肌理的创造完全是体现干画法。没了，蘸墨，直接蘸浓墨，在这个肌理上继续皴擦干画法，然后继续蘸浓墨，在这个位置继续皴擦干画法，好，干画法入手，继续皴擦干画法。注意我这个笔法啊，下面可以吸水了，这时候笔里边有墨。我们只要吸一点水，墨马上就出来。我们看是不是，确实淡墨，淡墨画进来，把白留住。淡墨画进来，把白留住。创造叶子的形态，创造叶子的形态。淡墨进来，吸水。淡墨进来，淡墨进来，创造叶子的形态。现在这两片叶子，我们可以任意处理它。比如说，我拿一个中号笔，调点浓墨，我在某一处加一笔黑，我将来把它改成一个，或者是莲蓬。或者是某一片叶子的其中一笔，不动。我在这儿加一笔黑，不动。我在这个位置任加一笔黑，不动。或者加两笔黑，都可以，不动。拿一支勾线笔，调浓墨。我先改这个，第一个画的这个。我让这莲蓬在这儿长这个莲。这儿还有，向一边转，转过去，出现结构。我让下边这个变成两个相邻，你看越画越枯笔，这个笔越枯，不画了，味道很足。然后我确定这两片叶子的结构，
我要把这两组加起来就是一片大叶子，画面就另外一种关系。我要把这片叶子单加出来就是一片侧面叶子，那我就这么加。我这么加，然后上面这片我怎么交代呢？这片我交代一个小叶儿，我一带就把刚才上面这块虚叶子推后头去了，因为这片小叶儿后边这块虚的就后头去了，加过来。这边要有个重墨，带过来，带过来，带过一块比一笔重的，甚至两笔。你像这个地方，明显的就是需要加一个叶子，需要加两笔叶子，出现效果。把这笔放一边，拿起那支大笔，加点荷花的茎，荷叶的茎，加点小叶儿，啊，带点淡墨过来都可以。为了造成画面的效果的丰富，下面就说这幅画是不是要有一个花儿。我觉得如果有花，因为我们是介绍这幅的叶子，根据这幅的叶子我们可能就会找一个润一点的花，调一下，吸点水，我调了一点白，一点点，然后笔尖蘸了一点淡的玫瑰红，我觉得画面有这点颜色就够了，润一点嘛，正好在这个干枯干的叶子旁边我就加上两笔，比如加一笔淡的润的红，是吧？再加稍微偏重一点，再加一笔淡的红，画面就够了。就这种润的花，枯的叶子形成的变化，是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，这是叶子的效果。这种效果怎么来的？枯笔进入，干皴擦进入，使叶子形成。这是为大家介绍的第一种做法。这种做法之后，为大家介绍第二个。局部造型从哪说？首先一个，笔要蘸满水，蘸足，然后颜色要丰富。讲这个局部造型是什么？画水墨的了。带点颜色吧，黄，焦茶，调一调，带点浓墨。墨、焦茶、黄、水分都分着呢。靠行笔，注意，从这儿画起，这个位置好。局部造型，这就算一个局部。想这个局部造型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这块笔墨往这一放，您马上就知道它可以做什么用，您马上就知道我加什么。如果我在这儿加芯儿，这荷叶就是冲这个方向右下方张开；如果我在这儿加芯儿，这个荷叶就可以变成这是一个轮廓的边缘。比如说我在这儿加，你看我在这儿加，我加一个荷叶的芯儿，你看这片叶子画到这儿，马上就应该想杆儿，不要想叶子，就想这杆儿在哪儿。按照常规，这个杆儿可以这样伸，向右方伸，也可以向上伸，然后向下做。啊，这杆儿是这样的。如果这杆儿是这样的，这个叶子的局部怎么体现整体？那你就想，这有一片叶子可能在这个位置曾经会出现，或者是我们将要出现都无所谓。哎，这片叶子就变成一个造型，这个造型正好就是你需要的，因为你画叶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丰富你的创意，使你对笔墨有充分的了解。千变万化在你手下，我提你八个字我讲过多少字，笔随我意，物随我行。你现在这片叶子在这儿，吸点水，蘸点浓墨，好，浓墨上来，叶子继续向这边拉，这叶子变成横的，继续向这儿拉，就要从这儿画起，留着空白不动，然后找出来，向上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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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片叶子出来了。
哎，笔墨舒服，干湿俱备。这是造型，这种造型，物随我形。第二个，又是两笔，根据这两笔，根据刚才老师讲过的，再研究，调点颜色，我们把它接成一个画画的荷叶的一个心儿。好，继续研究，这荷叶可能就是这样下来了，可能就这么走了，是吧？那么下边怎么办呢？吸水啊。吸水，继续完成它的另外一部分，因为它是干的，我加点湿的，就齐了。啊，这片荷叶就算完成任务了。然后接着画一个淡墨，一条长线，看需要一个长的，吸水，长的出来了。长的出来以后，蘸点墨。大家注意，画这个，啊。勾出它的结构，勾出它的结构，然后画上去，又画出来，勾一条线，淡墨的出来了。三片叶子画好了，这时候才发现这三片叶子有点相似，什么相似啊？是有点相似，才改，发现有比较才有鉴别，才知道要改。那么这时候倒进点浓墨。在调色盘里边，然后拿起笔来调浓墨，把这片叶子开始改它。首先，展开这片叶子，是因为那两片叶子画完了，我才决定这么办的。然后不仅展开，还要把它勾出形，这边也要勾出墨色的变化，同时勾出形。好，就这几笔一加，这片叶子就又改了，改成什么样了？改成一个大一点的、完整一点的叶子，向下垂的。这片树的叶子被破开，形成一个新的形。这片小叶子跟它形成大小的一个对比关系，重新出现了一个新效果。我就提出一个思路，也就是说，绘画当中，当您重新加入一个新内容的时候，您肯定是要改变前面这个内容，所以达到这个目的，我们效果才算真正做到了。由此，现在我要加一个新内容，比如说，我需要加个点。在那张作品练习的时候，我加过，加两笔，加三笔。我们可能为了加连棚，啊，这边加个点，不可以；这边加可以，那我在这儿加，而且我要压住这个杆，加一个点，啊，加两个点，呼应这几笔重墨，然后开始勾勒这个连棚。这个连棚要勾勒，要注意。画一个各种各样的画法，这莲蓬更可以丰富，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画法，一点不受局限。因为这个莲蓬它给予人的感觉是变化太大了，一个人一个样，对这个莲蓬的认识是吧？我可能觉得莲蓬就是这样的，长得不正。有的人说这莲蓬很正，哪能画能不正啊？是吧？我可能认为莲蓬就这样，是吧？有人认为这俩莲蓬可能长着长着就要往一块衔接。比如说往一块衔接啊，我现在吸点水，调点墨是吧？往一块衔接，这都可以。然后甚至这俩莲蓬往一块碰，你说它是俩也行，说它是一个也行，是吧？然后继续上去，继续回来，继续画莲蓬，继续再过来。哎，你任意的处理这个结构和线条。叶子画到这个程度，就需要说事儿了。说什么事儿呢？上面要有花儿。花儿根据叶子出什么形态？画法我们曾经讲了。勾的墨骨的墨骨加勾的勾勒填色的，那么形态呢？下面我拿一支画花的笔，中号笔，咱们研究一下。我们一个原则，总得有原则吧？干一件事要有原则。现在的原则就是，只要不重复这个叶子和叶子形成对比，就是原则。如果这叶子头冲下，你这花也头冲下，出现重复不好。花正好使叶子还冲下，花就要产生一个反噬，这个反噬就是原则。那么这个反噬可藏可露，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加一笔，一看这个花就是伸出去的，伸出去的这个花挨着一个莲蓬，莲蓬是头冲下的，这花伸出去以后，大家注意，我现在拿一个小笔点蕊来解释它，
如果我把蕊点在这儿，大家就明白这个花是这样开的，花瓣是在莲蓬的这儿，可能有一个莲蓬，莲蓬的后边。如果把蕊点在这儿，大家就发现这个花瓣是这样的，正好有一个莲蓬可能在花的后边，所以莲蓬这时候点哪儿，花蕊点哪儿，决定这个花的动态。好，这时候我加上另外一笔，我一加，大家就明白了，这个花花的根儿在这儿，花的另外一面在后边，我们画的是背面，因为蕊它是藏在这个角度上。上面再画一个花，就肯定不能是在侧了，正好叶子也是不全的，叶子不全，这叶子更不全，花也不全，我们干脆画一个全一点的花。而且这花我不画墨骨的了，我勾一个。这时候我就拿起小笔，找一支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点墨，我勾一个偏正的花，啊，画一个莲蓬，这莲蓬要求画正面的，这莲蓬画的圆就是正面的，它的花也相对是正面的，大家注意，它的花也相对是正面的，勾的。勾的，勾的，相对是正面的，勾的，哎，看得比较全，比较全，层次也比较多，跟这个侧面的正好相反，怎么能够衔接一下啊？一个勾的，一个墨骨的。那就在墨骨的和弦的这个勾勒之间衔接一个色彩，墨骨的加一下，把墨骨的加一下，加在勾的里边，补笔加上，啊，有这样一个效果。方法加进去，加在那墨骨里边，哎，这样使二者相吻合。然后拿重墨，调好了的重墨一定要浓啊，点上它的蕊，当一浓了以后，这画面就好看，是吧？画着画着，有时候啊，这个墨就不黑了。我就是强调了一下，说这墨让它黑一点行不行啊？就浓一点行不行？哎，画面就精神起来了。现在就看出花是完整一点的，叶子相对不完整，画面整体感就有了。拿起中号笔。调点颜色啊，然后在旁边可以另加一个小笔触，表示一下它的层次关系。单画一个，单画一个，把这边就显得更加少，而这边显得密度大，使画面有层次感。然后这时候看一下它的勾法，加上点墨要统一在一起嘛，统一一个勾法，统一完了以后加点蕊，甚至这儿还可以再加莲蓬都不要紧，因为那边是一个啊，很简单的一个画法，这是都可以加，画面有疏有密。您看这个叶子画完了以后，谁在这叶子上做文章了？千万不要这叶子没画完或者刚画完就在上头勾来勾去做文章，它只是一个呼应的一个内容，它是呼应它，它也是呼应它的，没有谁说固定的模式，它应该先画后画，它在前它在后，都是呼应来的。这种呼应应该说是画面当中主观创作当中我们组合的主观组合，人为组合，然后你再觉得想突出这个呼应，我需要陪衬什么东西。比如说我拿一支大笔，我调点淡墨淡色，我呼应一下，我在后面呼应点啊，比如我旁边还有一个颜色我没用，我觉得这个黄和这个墨不舒服，我加进点蓝，这个蓝就是古蓝，是吧？我加进一点，我调进一点，哎，这个颜色可以，我吸点水把它调得润一点，我来一点这种蓝绿，画面当中也很舒服，是吧？在画面当中出来了，我大笔触小笔触这么一烘托，人们就知道这片是叶子。所以到这时候我才发现
叶子原来就是概括的，它是为了满足画面的黑白灰和虚实的需要而成立的。像这个，我不需要用这块黑了，或者白了，我把它堵住，是吧？画面当中，我觉得这俩有点单，好，单你后边衬一点，衬托一点颜色，这颜色可能是叶子，也可能是其他的内容的出现，但是总而言之，就是为了增加一个感觉，增加一层次感。因此，叶子在荷叶的画法，它是应该是相对具象、相对意象，甚至相对抽象。啊，几个叶子和几个花的组合，完整的画面的处理，下面要加黑的，因为这个墨你不能团在这一个位置。所以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加黑的地方，我拿小笔在这看看，墨不够，再加一点，加一点重墨。这重墨加完了以后画小叶儿，小叶儿可以画不同效果，大家看，甚至可以画成这样，起码是不同效果。不同效果的小叶儿画下来，画下来，画下来，不同效果，甚至还可以再组合第二排。这时候的画面黑就有了，都放在下边。这种小叶也好，大的墨叶也好，都是调整画面重墨式的。下面就说画叶子还有一些小东西没有画呢，比如荷叶当中有荷茎，荷茎上面还有很多点呢，我拿笔蘸点重墨。这个点怎么点？这点有几种点法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一个就是圆点，就是点，拿起来点。哎，还有一种是调点，但是你不管怎么点，要谈一个组织疏密问题，啊，比如说这条线现在有一条虚线，我把它点上，跳一点就是这儿点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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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进去，然后回来这儿点一点，这儿点一点，这儿点一点，这儿点一补点，回来跳跃补笔，不会点多。遇到后边的淡枝，淡花茎、莲蓬的茎、荷叶的杆儿茎。都要注意，不要顺笔拿重墨点了，它往外跳，它不融合，因此要选择一个淡笔，比如拿一支小笔啊，您额外找一个跟那个相吻合的颜色啊，您把它点上，哎，您这一点，就发现这个点吃进去了，在画面里边它是进去的。画画到现在，我们在谈叶子的画法，我们拿花也做了陪衬，我们也找了一个基本组合，叶子基本上就介绍了两种，甚至两种以上的感觉。我虽然讲了两种画法，但是感觉不是两种。大家应该知道，行笔当中的变化是最重要的，不管哪种，是为了求笔中变化，把不同的墨色跟水和颜色一起放在纸上，这是您需要追求的，不许单一化。下面我们提款，这张画的提款，调好浓墨。我们觉得下边提款还缺点东西。比如缺点什么呢？您正好拿的是墨色笔，比如我觉得缺点红颜色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先把墨色点上一个点儿，比如我想画一个小红鱼吧，画两条是吧？这时候我就可以先点个点儿，先定个位，啊，小红鱼的画法也可以先画后背的鳍，先不画了，让它干一干，三笔，然后老师开始提款。提完款以后，咱们等它内笔也干了，是吧？在左上方提款就可以了。荷、塘、清曲一提，四个字，齐了，画面感觉比较完整。然后这时候看这小红鱼，那小红鱼可以了，因为笔也干了，我拿起那只小笔调点红颜色，啊，这红颜色有时候还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黄，变成那种橘红橘黄颜色，啊，可以了。然后画它，也就是说这鱼有两种画法，一种是先画红，一种是后画红，都可以。然后拿起那只墨笔把眼睛点上，把嘴点上，好，画好了，哎，这就有点情趣了。这时候我们就开始盖章，
拿过印泥和垫的那块胶皮垫好，印泥打开，拿好印章，预备好，就直接可以在写意的意的旁边盖上，轻轻的从意头掀起。那么这堂课呢，我为大家介绍了荷叶的两种以上的这种绘画感觉。感觉是什么？干的、湿的、黑的、白的，水多的、没水的，往一块儿做。